我们那天停下，然后我做一个小广告。可能爸爸妈妈会知道啊，《爱丽丝漫游奇境》这个童话故事虽然是童话故事，但是它其实是是一个数学家写的。好，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语言的游戏，然后有很多内涵，然后他用了很多双关语，包括刚刚唱那些歌其实都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会请到我们第一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然后深度解析这本书的张华先生，他会来为我们演讲，然后我们也会请到我们学校的对电影对语文非常有研究英文系的林文琪教授，跟我们语言中心的，然后他本身又是数学专长的向元璋老师来帮我们演讲，所以这些搭配的演讲也欢迎大朋友来听。好，往下走，这边就暂停，先暂停，然后回到那个我的资料。我们来讲一下，刚刚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照光，一个是照光，一个是改变温度，对不对？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让这个玫瑰花变色？我们谈第一个，这个叫感温变色材料。我们在玫瑰花上涂了一层这个涂料，这个涂料呢，我们涂的规格是29°C 就会变色。好，所以小朋友的一般的体温有没有一定都超过，所以一摸上去它就变色。那它变完色以后，它会再变回来，只要它的温度降低。它变色的原因是这样子。你看哦，它原来的颜色是这样子，它的隐性染料跟色形成剂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那一旦你降升温以后，这个两个就会分开，然后颜色就会改变。 OK， 所以它是利用这种方式，降温就变成这个，升温就变成这个，这是感温变色材料的部分。感光变色材料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做成汤匙很好，那个汤很烫啊，水很烫，你就知道了，爸爸妈妈就知道我的胃。好，另外我们做的叫感光变色材料。感光变色材料一般都要照紫外光照上去以后它才会变色。那它怎么变色？是它分子结构改变，它吸收那个紫外光以后它就会改变，改变以后它颜色就变。可是等到紫外光没有了，它有没有变回来？我们确定一下，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变回白色？Hey， 所以有紫外光的时候变色，紫外光没有了它就会变回来，因为它里面的分子，你知道小朋友长大就知道物质是原子跟分子构成的，它本来比如说原来是这样拉手，后来我不跟你拉手了，我就虽然我们都没有改变哦，这里面的原子分子都没有改变哦，可是颜色就变了，好吧？大朋友应该比较听得懂，我们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今天的DIY。 DIY 刚刚还记得妙妙猫对不对？对，彩俊猫。我们会做一张书签，这张书签哦，上面已经帮你画好一只这个妙妙猫彩俊猫。然后呢，小朋友要做什么事情啊？你要在那张书签上涂这个彩俊猫，涂完以后你涂上去的颜料就是刚刚朱老师说的感温变色颜料，它很贵哦，真的很贵。好，你涂上去以后，等它干了会怎么样呢？来，秀给你看，请 tag 我的特写，待会你会拿到一张。好，会拿到一张这样的书签。哎，这张做好千万不要丢掉哦。来，这里有一只喵喵猫，对不对？你就涂，看你要涂它的轮廓，还是要把它涂满都可以。但是你涂完以后呢，举例，这是我们的这个小组长，我们的助教姐姐帮我们涂的，她画了一只彩俊猫，跟彩俊猫是绿色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它涂上去的刚好是感温变色材料，所以来。我先用手好了，谢谢。你看啊、哦，它既然是感温变色材料，哎，是不是我的手热热的摸上去，我到底这样？我再摸一下身体，
身体不见了，你有摸一下他的手，哎，手不见了，把脸遮起来，脸不见了，怎么办？会不会回来？猜一猜，回来了，好不好玩？好，来，我们现在来做你的彩俊猫，你看到了吗？好 ，OK， 小助手刚才要下去，可以那个垫一张纸，让他们可以不要放到桌子上。好，谢谢。牙齿没有补的很多，耳朵，耳朵鼓起来。等一下，牙齿，牙齿变成绿色了，胡须，哎呦，你看，你在用用力，那是戴什么？戴耳罩吧？是吗？哎呦，丑丑啊！好吧，帮你描框啊，描边边好不好？尾巴，尾巴旁边放一下。啊，没，好丑。我也烧不起来。烧得很厉害哦。好，很有创意，谢谢，谢谢你给我们。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刚刚那个空气泡有没有？为什么要吐出来会是一个圈圈，像甜甜圈一样？其实这边有原理的说明，这原理说明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讲细节哈。那个动画，那总之呢，就是你想象有一坨空气往前的话，它往前挤，后面的空出来的位置就有别的空气来补。好，那因为空气有摩擦力，所以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像甜甜圈一样的。刚刚抽到是毛毛虫的小朋友，请举手。来，毛毛虫小朋友上来，请上来。然后空白的下一批哈，来，毛毛虫小朋友请上来。好，你们问卷都写好了哈。来，毛毛虫来给我毛毛虫，谢谢。毛毛虫，毛毛虫，空白的待会，谢谢。毛毛虫，我毛毛虫这么多，来，我几个，来毛毛虫小朋友举手，一二三四五，五个，六个，好，你们要学一个那个，学一个功夫，你哦，你太小，汉尊哥哥会教你们这个功夫，好，来，先暂停一下，朱老师先解释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好，来，等一下，那个下面的小朋友，如果已经写好问卷，大朋友也是，请把你的护目镜戴起来，戴起来，把它戴起来，小朋友有没有？来，有没有人没有护目镜？没有，来，汉尊，你要不要戴？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停，都先不要动哈。来，博浩帮我们切那个最后一个那个片段。Sorry， 切电脑屏幕。来，我们把爱丽丝的最后一段故事看完。这段故事是什么？老师讲一下，先暂停一下下。那个爱丽丝到最后啊，她不是被审判吗？后来红心皇后是不是要干嘛？哦，要砍他头，然后他是不是有叫扑克牌士兵来攻击爱丽丝？对不对？那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网络谣言？啊，不是谣言，网络的说法。他说呢，用很快很快的扑克牌出去，切西瓜。哇，扑克牌可以切西瓜，扑克牌能不能杀人啊？你饿？把你头砍下来，哎呦，可以吗？觉得可以的举手。你看，连我们大学生都觉得可以，教授也举手，觉得可以。好，
好，谢谢。我们最后一个爱丽丝的场景，就是要探讨一个科学问题，很严肃哦，科学问题。时速超过200公里发射出来的纸牌能不能杀人？我刚刚还没有说时速多快的，现在是200公里哦。有没有小朋友看棒球？有。啊，你认识最厉害的投手投出来的球多快？时速了？160公里，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更厉害哦，时速200呢，200公里发射出来的纸牌。好，可是你要变成很厉害的、很会发射纸牌，我们汉尊哥哥有练过，他待会会教这些小朋友，看他能不能快速的把扑克牌发射出去，然后可以杀人。啊，以后我需要一些拆除跟破坏工作，我一定会找你。好，好来，谢谢。好啦，所以我们有1、2、3、4、5、6六个小朋友，他们要先学怎么发射扑克牌，那个扑克牌可以很快的飞出去，好不好？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刚刚说压轴表演要跟大家讲。那在这之前，我们看一下爱丽丝的故事最后是怎样。哦士兵攻击，对，好，我们现在呢，先看看能不能造出一个扑克牌士兵，然后看他就是不是就很厉害可以杀人。那刚刚发下去的有这种护目镜，对不对？可是一定有小朋友会说，啊，万一那个扑克牌打到我的脸怎么办？我才这么小，不能这个，对不对？会用啊，你可以用这个，好不好？对，我用透明的，可以发透明的给他这样打。好，如果你觉得真的会杀人，刚刚好多人都举手，就会不会杀人。好，可以把你的头埋进去了。好，来，我们先请汉尊哥哥教小朋友怎么发射扑克牌，他可以非常快的飞出去，然后其他小朋友可以看一下 ，OK？ 好。我就是汉尊哦。好，来，刚才有小朋友跟我讲说他会射扑克牌，所以你会来射一次，射到那边去。好，加油！好，加油！来，加油！加油！来，1、2、3。失败，没有，他扑克牌被他玩坏。扑克牌没有，再换一个。来，一二三，好，失败，失败，我觉得你只是在丢扑克牌，啊，其他小朋友会不会？要不要试试看？会，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会，你站上来，给你，来，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一样往那边，你丢到我头上啊！钱往前，往前，往前。其实他的钱就是这样。其实他有找到一个小诀窍，就是它会让这个扑克牌旋转。对，啊，对不起，对不起，粗包。哦哦，对，你哥哥有练过？哥哥有练过？啊，怎么射？怎么射？我刚才射，我刚才这样射的时候，啊，刚才射那边，我换这边。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还好戴护目镜。哦，那护目镜还没戴起来的。哎，赶快，赶快戴起来！现在是现在还好，我丢了扑克牌不会杀人，对，不会杀人。所以我刚才这样丢，你会了吗？你会了，好，换你。试试看。你的姿势一直都没有变，所以你们刚才看了以后，有觉得自己会了吗？没有的，没有的。可能再教一下。好，我教你们简单的方法，因为你要像我这样子可以这样子丢，其实你要丢好几遍。我那时候为了做这个实验，我每天要丢200张，丢到我右手都抬不起来。好，来，来，我先给你们一人一张，来。啊，不要现在丢，不要现在丢。你要挑花色的吗？哎，我现在不是叫你记住花色，因为我记不住。好，来，慢动作是。太狠了。
好，来，等教你们简单的哦。这个麦克风我先放旁边。好，来，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就这样，伸平的，不要这样，这样也可以啦，就是这样用手臂，手背比较好，手背，然后把扑克牌放在这边，然后让扑克牌旁边多出来一点点，就是让它凸出来一点。有问吗？对吗？对。好了吗？然后伸出你的食指，伸你的食指。你左左撇子可以到左撇子，这样好，好来啊，伸直你的食指，往前推，往前推哦，那一要快快推，可以吗？可以吗？哎呦呦呦，他的有，他有两个，哎呦呦，向后飞，来往前推，你往前推，我家再继续秀扑克牌。刚刚我们那种发扑克牌的方法实在太慢了。而且谁相信那样子发射出来的扑克牌时速有200公里啊？谁相信？汉尊已经很厉害了，每天要发射200张扑克牌，都很难达到时速200公里。怎么办呢？来，变形金刚出现，来，扑克牌，噔噔，这么多扑克牌。如果一张张发，就发到明天啊，天亮啊，所以要用机器来发。小朋友要做什么事啊？哎，先做好防护啊！啊，不小心打到你的脸，那个受伤我赔不起啊！所以来，所有小朋友先做好那个防护哦。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转速其实很高哦，非常高。待会我会先试射桌上，我左手正拿着这一小碟，这一小碟而已，先大家先看一下，再决定你要不要站靠近。好，那边的小朋友注意，来，该防护的要防护好哦。然后其他小朋友帮我们读秒，一副扑克牌有几张？52张，你们觉得要花几秒钟才可以全部发射出去？一秒哈，来看一下是几秒哦。要放啊，要放啊！不到一秒。有些小朋友已经很想要接了哦，有些小朋友，然后，待会有些你可以大胆一点点的人，你可以手上去接接看，你可以接接看，然后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其实手不会受伤，你手不会受伤，待会跟你们讲为什么。帮我们解，除了要看以外，还要待会帮我们解扑克牌哦，因为我们这边有五副扑克牌要解。老师，我先上叠。来，准备好没？完全都没有被打到吗？对，没有啊。反应能力太好了。好，我们整理一下哈，因为今天才发现市售扑克牌有不同的规格，宽窄不一。所以我们把窄的先挑出来。好。好，这边我估计，哇，这有几张啊？四副扑克牌左右，一次要发射出来哦。你们相不相信要发射出来有时速200公里？从这边飞出去的时候，
可是飞到你的头上的时候有那么快？没有，会减速。没有，会减速。真的那么快的话，好恐怖。哎，小朋友，哎，我都已经闪了。来，哎，站下来哦，因为真的会打到你哈，因为我们向上发射。来，小朋友坐下来，坐下来。之前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红心皇后台坏的蛮可爱的，欢迎来跟她拍照，或者去那个兔子洞里面拍照。那如果你要跟红心皇后拍照的话，我们这边有扑克牌士兵的装备可以借你，他每个小朋友就可以站成这样，然后跟我们的红心皇后拍照，好不好？如果你要跟玫瑰花拍照也都可以，这边现场开放拍照，我们待会会把这边撤掉，好不好？那今天的 ending 我们就先做了，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加入广场，有一点点累哦，不好意思。所以那个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好。小朋友准备好没？